今天是全国第九个爱牙日，许多医院。烽烟滚滚，长烟雪浓，四面青山侧耳听，侧耳听，青天响雷敲金鼓。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岁月，你领导着中国人民争自由、求解放，创造国家的繁荣，追求民族的富强。今天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，你又一次高举起这面鲜红的旗帜，推动中华民族跨世纪的远航。
就没有心中过这只。